救命啊！汽车着火了，谁能来救救我呀？此时的小赛罗很危险，因为汽车随时都会爆炸。就在这时，贝利亚正好骑着自行车路过这里。怎么是你呀，小赛罗？这可怎么办啊？你先别急，我马上来救你。贝利亚很慌张，四处寻找，最终在路对面找到了灭火器。我来救你了，小赛罗，你坚持住。经过贝利亚的不懈努力，火势终于被扑灭，小赛罗终于得救了。 OK， 谢谢你贝利亚叔叔，没想到你这么勇敢，你真是个大好人。我要把你的照片发出来，让小伙伴们看看你也有正义的一面，也能做好一个光明的奥特战士。哎，还是算了吧，我其实也向往光明，可是大家看到我的样子都会觉得我是坏人，也不会有人给我光让我恢复光明的。就这样吧，我已经习惯了。我列站在天，风人声沙，我列站在西施鬼魅迷茶，我列站在南处心地恶法，我列站在北城长城无涯。